超萌三岁小女孩大喊父亲节快乐，笑容超甜，让爸爸原地融化。另外这位爸爸人生第一次收到女儿手作卡片，但爸爸从三张卡片中抽出这一张，看到跟我妈分手大傻眼，心情从感动瞬间降到冰点，笑不出来。我非常的现在算惊讶吧，就是写跟我妈分手，我跟我太太分手的意思啊。网友笑翻，恭喜这位爸爸抽到头奖，会不会是妈妈教的？女儿堪称地表最强小三，让原配敢怒却不敢动手，上辈子的情人果然厉害。我女儿居然回答说是我教她这样子写的，我感觉被挖洞啊，被我那天看到是沙发。超酷手的父亲节礼物还有一系列手作衬衫，亮色系衬衫搭上领带，但妈妈摆了大头照在旁边，感到怪怪，好像纸扎衬衫送给爸爸还是给好兄弟。这看起来就像纸扎要送给往生者的，他们的心意比较重要。没有卡片，没有手作礼物，但还有父亲节礼金，但这个红包也抗通膨，有就要偷笑了，薪水没涨，红包也跟着动涨，让原本温馨的父亲节瞬间搞笑了起来，让各位爸爸恐怕很难忘。记者黄迅、蔡双吉高雄报道。